第一条要黄一点，第二条黑一点。对。为什么要叫我牙签号？你刷个啤酒，我就给你解释一下。狗啊，没走啊。狗啊，舍不得胡兰。他舍不得离开牙签号啊。朋友们，这里有条货，如果我能钓上来，请你给我一个双击加个关注，如果钓不上来双击关注我也不要了啊、哦。嗯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为什么人家叫我牙签号？因为我家是卖牙签的。兄弟，这个给你解释满不满意啊？说了，我家是卖牙签的，我以前经常在家里直播，我家是卖牙签的那些，所以他们从此以后就叫我叫牙签号了哦。中了、嗯、中了吗、嗯、记住你们的双击、哦、他又没吃到狗、嗯、那骨子太硬了，1.5的骨，你这1.5的杆是太硬了，他没有韧性啊。来了，那头就在那里、嗯、这口中了哦，抓了哦，感觉要跑、哦、快点，牛逼啊！这个真的，这个真牛逼啊！这个真的没，差点就跑了，差点就跑了啊！快点放桶。